Kelly. 好，坐下。好，来，咱继续哈。好了，王先生，迄个给我关一下哈，因为安尼有光害哈，安尼看到 OK。伊这个罗根美哈，这行道树也好哈，这景观植物真好。王先生，那个可以换哈，就是你看伊这个哈。因为这有光害，所以看不上来出来。一出行就拢红的啦，哈。OK， 好无，这个咯，这个就看较有哈。这个看，一般的树啊拢是绿色的吧，哈。但是伊较特殊的安尼红色，尤其是夏天，伊咧出行就安尼红红。所以有朋友带来参观，就讲：哎，潘先生，啊，你的枫叶来七八月咧红，哦，这就看走眼了。Okay， 啊、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变色的植物啦、哦、OK， 啊，伊个会结果吼、哦，结籽，伊个果实鸟啊，足爱食的。啊，其实咱人原来好食吼、哦，但是鸟啊吼，拢伊果实等红就要食去啊。啊，咱要食嘛，红红咧食要足涩的，啊，就要等落等乌，像葡萄迄个乌色安尼吼，咱咧食较会甜，佫会香。OK， 好、哦，啊，这伊。冬天整个都落叶哈，啊，若开春的时候，就整个都红的。OK， 好，啊，我来介绍这红花枫林木，这可能大家看，这一球一球哈，一球一球。但是这里有一个缺点，伊开花头七天后就开始谢，差不多到第十天就落到规土下。哦，所以花期很短。啊，咱头拄啊迄个三月樱，哦，平地樱花，花期大概有五十天。哦、大概也七八的时间会长吼、哦、，OK， 就较尽早了哈。或、哦、者，阮潮州，无这嘛是头拄啊迄个红花枫林木吼，即、哦、丛我送伊的。啊，即嘛即个真较有名，头广告一个。好、哦，即、這个比赛前年甲过去迄年，我呐美国啥物红牌。比赛冠军，台湾比赛冠军，准穿起来。好，啊，即马我来讲，咱要种水果，要安种好食，吼、哦，就是这三，第优良的品种。哦、这我种迄个火龙果的时，感受足深刻的，因为我差不多十一年前开始要种，我就全台湾市区去探访，讲啥物人有较好的品种。结果我有买到九个品种吼，啊，其中每一个区拢讲伊个上好啦，哎、啊，我着哦，你个上好，甲你买几百支啊，几百丛安尼买当啊，做一届总种落。同样的施肥管理方式拢同款，一年后着见真章啊，对无？一年后开始办，结果上贵个迄个上第一个我淘汰。因笑二至笑半安尼卖250多块，迄、那个品种叫做尊龙，伫台南迄个神话啊，我足可。伊我算个学安那四百位拄啊十万嘛，我想无甲你买400位好，讲400位无卖，基本的门槛爱500位较好卖，安尼有晓摆无？伊讲五百位。我讲安尼，我来买410,000，不爱卖呢。咱嘛较艰苦啊，哪甲卖呢？结果种起来，一年了种起来，我甲买一个品种了，5个果形，果色啦，后长果啊，后圆啦，后时啊45度，后时啊倒闭的啦，啊有果色粉红啊，啊有果色乌多红的。我种一档，迄阵拄啊种开始上市场嘛。迄头家就目头就夹起来，啊！你这是什么品种菜？乱七八糟安尼啦！我说迄人就介绍袂了上歹，等于我就叫阮大哥讲来，一批拢甲撤掉，第一个淘汰哦。结果这个有八品种我淘汰啊，拄啊留到我头拄啊迄个品系吼，迄、哦那个叫芙蓉甲地龙，现在果实迄个有果香吼，啊个甜。啊，产量够稳定，好、哦。
啊，所以品种足重啊。啊，我隔壁甲我买吼，伊赶快买我的品种，但是伊的施肥管理方式吼，啊，甲像我用草生栽培，其实火龙果伊是浅根性的植物，伊是附着性的，伊的根拢会去摸人的树干吼。因伫越南，伊是用一款迄个气溶球啊，互伊摸。啊，咱即摆用迄个设施，用支架互摸。其实草生栽培有一个好处，你草啊甲留差不多一尺高吼，伊这阳光袂去照到地表。你甲片互开，我的树木迄个火龙果的根拢伫土面咧走，所以你施肥水接着。你著轻轻安尼施肥，伊著接着啊。啊，所以我迄个火龙果的甜度会当做到21.5度。好，有一届迄个苗栗有一对翁仔某，伊著敲电话问到阮槟榔馆的火龙果协会的总干事遐去，问讲啊，恁的会员内底上种的火龙果品质上好，报给我遮的，啊，著敲讲。因就落来找迄个火龙果协会，啊，阮迄个总干事就敲我讲，看你有过无？迄阵十一月中迄款，我果园还佫有十几粒，吼，啊，我就加一粒去互试食。我佫调工留差不多笑迄个枝条，因为真侪人会共欺骗咱啦。伊去甲别人买足大粒足水的果来，甲你骗讲这伊生产的。啊！我挂枝条加的，我甲证明讲，这是阮家加出来的，唔是去市场买的。吼、哦！啊，即嘛，我迄个阿公婆因阿公真顶真，啊，炸糖肚鸡来哦。我即嘛切落只，啊，因阿公就用迄个糖肚鸡就倒咧嚼啊，两个做伙爱，一个加落只，哎呦，我太娇只，潘姐你安怎种的？才甜。啊，因阿公，我潘姐你安怎种的？21.5度。哦，两个拢做伙爱着对啊，哦，所以伊无甲我买，伊原来艰苦啊，吼、哦，对啊，所以我若甲我买千几只去种，好啊，这边边我隔壁甲我买吼、哦，我后尾甲教讲我的思维管理方式，啊，但是我咧甲讲，伊都拢讲去边个，甲秘书讲啊，你都无好啦，我家己原来一套咧安尼，有个人就迄个心态，啊，咱就盼只个硬要甲教，吼、哦。啊，所以伊种出来水果，我去甲试食，我海头啊，明明同一个品种态，口味差遮济吼。啊，所以伊上市场卖价就拢歹吼。OK， 啊，这就是爱有先优良的品种，啊，你施肥管理爱顾好着种。比如讲，你若十一月底差不多火龙果拢结束啊嘛，因为火龙果惊冷。就是冷，伊花就袂来啊！吼、哦，到十一月差不多果拢头啊生完啊，迄阵你着爱甲卸离肥，就是讲像咧甲做下来安尼，管甲补营养。吼、哦，迄阵氮肥爱加补寡，因为伊拢生到迄枝条拢开始打补去啊。哦，你啊管甲补，过后明年要开新院的时候有力通去开吼、哦，开迄个新枝芽。啊，开春了过，着爱开始冻水啊。爱好有危机意识，吼、哦！啊，磷钾肥爱提高，甲催花就对啊，吼、哦！互伊提早开花，因为第放花的技巧上好，因为咱要规半年无食了火龙果，足侪人拢足爱食。啊，旧年火龙果介绍足好，听讲是有一个主持人吼、哦，本来咱足外国啊，即马上架吼，迄、哦那个讲拢鼓励人食火龙果散的，啊，所以旧年火龙果成。这个介绍做好个，好啊！过来水温管理中，我头度讲，你要开花，就是爱甲控制水嘛。譬如讲，咱个卡住啦，九重阁种伫个公路边啊，迄拢无人照顾，也无人咧压水。哦，开花开甲红红，开甲水水水。咱种伫门口个哦，咱想着就甲泼一下水一下。哦，枝条发到唔啥啥拢袂开花，伊就是环境伤好，逐时有水通个食，伊无危机意识。啊！你伫个公路边啊，迄拢无人压，时间到伊讲哦，我不用打到要死啊，我爱紧开花结果，传宗接代落去吼。啊，这水分管理含这个管理。啊，你呐，
控制到火来了，水就要正常供应咯、喔，啊无伊会生理落果，吼、喔、落花落果，吼、喔，啊这就是这三项你若控制有好些，这个水果一定好食，吼、喔。好啊、来，有一寡田园木吼，咱来移植吼、喔，有时啊翻着路啦，啊是讲咱只要起一个啥物物件吼，要建这啥物件翻着爱移植吼、喔。好，啊这是传统的移植方式，就是。四颗莲灯拢甲挖开，吼、哦、啊留中间，慢车挖吼，啊好差不多一个月后，好这个土条甲伊本身适应了好啊吼，较、哦、来移植吼、哦。好啊，这个是树葡萄要移植，啊我树葡萄要移植是树葡萄已经足好晒啦吼，啊所以我拢先放根放一半就好啊，啊差不多看天气啦吼。哦那夏天差不多要一个月，吼啊！那开春吼是水沃了，让水出去。啊，那像这阵大概十天两个礼拜，就一旦规个沃，就直接沃出去啊！吼。啊，这个是三叶樱哈，三叶樱因为伊个枝叶足茂盛的，伊足爱食水的，所以爱留一条树根哦，出去外口食水哈。啊，上好就是讲，你咧断根的时，上好完后一个滴灌系统，为则经过补助这粒土条，因为你甲伊个根拢沾断去，伊本来伫外口食水的吼，拢咧沾断去啊。即马水干呐好这粒尔，很快就被它吸干了吼、哦。所以你爱不是有一个滴灌系统，直接甲补水吼、哦 okay。啊，即同款，啊你若土条吼，迄个土质呐较沙，土条可能会散去。你若落雨，还是风咧吹咧摇，这土条会破。土条若破，对这丛植物的存活力伤害很大。所以你来用胶布先把肚边搞空起，啊，保护起，卖要散去哈。OK， 啊，这是已经挖好准备要吊车要来吊走啊哈。OK， 啊，这是另外一款移植的方式，这是东航的，伊要等于伊无真正要种，伊要假植呢，伊要等于阵下大土卡。边啊，背一挂土，甲砍下安尼，啊，若有人买，直接就让吊走哈、哦。OK， 啊，这同款，下卡先拢包好啊。但是这个因为伊第一届搞买，这个三月樱，伊毋捌种过嘛，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品种，所以叫我断根啊，树啊，买了剁掉，啊，伊就要等甲讲有开新叶哈、哦，表示讲啊，这丛哇，安尼伊较要刷断。啊，这都用吊车来吊了哈，来刷。OK， 啊，这是我那包装好，准备吊车要来吊的哈。OK， 好来，我来讲自动灌溉。自动灌溉即马分两个系统，一个就是传统的类比式的哈，这个传统的类比式的用定时器，啊加迄个一个限分器的讲，因为这24点钟分一格都要喷15分，有只安尼。噴太多齁、啊、所以還有這個可以由0到30分，你要噴1分鐘、3分鐘、5分鐘、10分鐘都可以這個微調、啊、因為有的植物很細長、啊、你就噴1分鐘它就有夠水了、啊、你如果噴15分它淹到太多水它的根會爛、啊啊、所以還有一個分流器、啊、這個原來是類比式的、啊啊、剛才這個是以色列的、啊这以色列这个算微电脑式的哈、哦、，OK。啊，就我感觉较好用的是这个，这美国的哈。伊、哦、一礼拜，你看一个拜一盆还是拜二盆，拢会当控制。啊，嘛会当三，只会当控制，逐工喷，还是三工喷一届，还是两工喷一届，还是五工喷一届，这会当调。啊，只有六站，伊当分做6区来调整。啊，即区较好食水的，甲喷半点钟；即区较袂食水的，喷10分钟。啊，即区是沙漠植物，都喷1分钟就好啊。吼、哦，即拢会当调整。啊，一工会当调3摆，看是下早喷、下晡喷、半夜喷，吼、哦，卖中昼时也喷，吼、哦。好，啊，佫会当用比例，才有一个百分比，吼、哦，就是讲。你定好啊，啊那发现讲，哎，向天气变热啊，啊你要甲调整，你就甲从100%甲调150%，哦，伊就加喷。啊，即马到寒天，
寒天较袂食水啊嘛，你甲调70%往回调吼、哦，所以即只足够控制，足够操作个，足够甲农民讲个，因足紧就一定也要操作吼、哦。啊，这是一挂自动灌溉喷头哈。头拄啊，恁看迄是叫做滴灌，啊，那么这叫做微喷灌，即个喷一边，它要喷30公分啦吼。哦啊、这是你那小树苗，这个该好用哈，较袂喷到一大片哦。啊，做了一丛小啊丛啊，伫遮啊，剩咧拢咧发臭，因为你若甲喷水做啊发臭的哈。啊，这个喷洒的直径大概6米，一边喷3米，啊，这个中乔木都会当这点哈。啊，你若较大面积的哈、啊，这喷洒直径就15米啊。这种以色列，伊这有耐紫外线，这10几年啊用袂歹，差不多这个宽度2米宽，哎，因为以色列伊设计这个足好个，就讲伊拢免工具，你空手就会当个跳开啊，哦，你若有杂质啊啥物，去踢着，会当拔开来清，哦。啊，但是咱台湾发生一个问题，讲台湾的昆虫足济吼，伊即个盆咧说，啊，这蜘蛛吼，咱台湾有一款蜘蛛，看到讲即个说，哎，这是一个猎物，等伊停，无咧喷水，然后讲哎停啊，无咧喷啦，伊会收来，甲你用蜘蛛网，准甲你绑起来就对啊。啊，即马等明仔电脑讲喷水开始喷了，哇，煞袂说啊，伊又绑掉了，准喷两工。去搭咧做水灾，啊！即边盆栽咧做水灾，剩咧拢旱灾。哎，啊！所以阮就甲以色列反映，伊即马就开发即个叫做防虫型的。伊即马压力来哦，伊会跳开，就 pop up 哈，准跳开，喷啊！电脑讲停止啊，伊就收开，盖起来。哎，安尼，迄个蜘蛛就无法哩啊。好，啊！伊用这颜色哈，红色的。绿色的，还有紫色的，表示它出水量，一点钟几公升的出水量，用这个表示。啊，这完了，另外一种 pop up 完了，防虫型的，这完了跳开，啊，时间到，扛起来，好 ，OK。这个拢，这个防虫型的，啊，这个防虫型的，哦、啊，这个、微喷灌，这个、小型的、中型的，啊，这个、较大。啊，阁有较大哦，像迄个台电因个煤除煤厂，因为呐起用迄个煤屑乌白杯，伊个美国个 Rainbow 吼、哦，哦，迄支敢若枪只大支，啊，迄莫达爱头50米个莫达咧杀，迄像迄消防车个水柱遐强，迄你来人许单着变过，吼、哦，啊，迄是单面，伊个一个喷水头50米啦，迄直径头100米，吼、哦。啊，咱即马讲植物嫁接，要安怎改良品种？你若好个品种，啊，比如讲山啊，我咱就种土山啊。即马就讲，哦，即马有爱文吼、哦，要来接爱文，要甲改良品种，啊，就是讲哦，即马佫出啥物新个叫做迄个金香，哦，啊是啥物啊金芒迄足个粒个，但是金芒最较无好食嘿。那么咱要嫁接，就要有这工具啦，哈。啊，真，较标准的是这个叫做较专用的切接刀啦，哈。啊，过去从早拢个只拢用铁布、电气胶布啦，啊，是用塑胶袋包，哈。那么即马美国、日本有发明这款叫做石蜡胶膜，哈。伊这延展性足好个，会当一直游较足长个，哈。啊，伊本身。防水透气，好啊，所以嫁接即马大部分拢用这上简单，好。那么，另外伊用石蜡胶膜包哈，啊你免管伊啊，包好就等伊崩硬哈。另外伊这会当为胶膜讲突出，好、哦、爆出去哈，伊、哦、可以突破胶膜哈、哦，发出发发精的，好、啊、我透开你看。伊这个敢若
小小的接触面俩，吼、哦，安着加这过。这个是色粒种的黄金果，啊，顶完接这着大粒种的，一粒一斤迄款呢，新的品系的黄金果，哈、哦，迄个改良品种就安尼做，哈、哦。OK， 好、哦，啊，咱的山啊，山啊，因为伊咧大足紧啊，伊咧量一格量要一两尺起哩，啊，若起风吼、哦，咧，伊这个石蜡胶膜的迄个强度较不遐强。所以咱就要嘛是要用电气胶布佮佮保护起来，因为电气胶布较高较润，那风咧摇的时吼，较袂许个为只摇裂开吼。OK， 好、啊，这就是已经嫁接完成，即马哇，这个电气胶布爱挂开，啊无伊一直带伊佮缩着吼，所以就要挂开啊。那一段时间，比如讲四五个月后来挂开啊吼。我安尼来讲，拄开始学驾这个技术，行无遐好吼。你上好一届甲接两位，吼、哦，万一呐有一个失败，起码要有其中一个有存活吼、哦，像这个一位甲接两点，这个接无过，起码这个有过，安尼 OK。吼、哦，啊伊后壁然后发这个旧的品种的新芽出来，这爱甲去除掉哈。哦哎、怎么不听话？王先生拜托对了。OK， 好，啊、来介绍我的远景哈、哦。我潮州遐吼，这个这个就是三月因，啊，遮有一个这个罗庚梅，迄阵拄啊变成褪了啊，褪绿色。哇、啊，你看这新的就是拢红色的哈、哦。OK， 啊，因为我迄个所在，迄、那个我甲糖厂租四甲外。迄块地拄啊离南北大武山差不多11公里，啊离东港海边啊差不多11公里，弄一个山海的中心点啦吼。啊，这有一挂椰子，有点南国的风味啦吼。啊，这个三叶樱夏天呢足茂密的吼，你伫外口太阳下，坎内底阴凉的所在，哦，差5度，吼、哦，这遮阴的效果足好个。哦、我车拢做啊，甲停在迄树啊、树啊卡内底。好 ，OK。啊，这一丛吼，原底有一丛花开啊，足水个。啊，迄、那个迄丛是我的看板树吼。那么有一个电子公司的总裁，听人报来看，哦，看开啊，遮水，特别爱买这丛。讲我这丛我无卖啦，这是我的看板树。结果伊甲我讲一句。看一下安尼啦，我车顶拄好有40万啦，现金。啊，若好吼，摕去，无够你去加。我敢若考虑头3秒钟，我就卖伊啊。因为我要去对找遮好个人客啊，吼、哦。啊，因为我头拄啊这，我遮搁几啊百丛个。哦，啊，阮搁刷迄丛卖，我搁刷即丛来种伫遮。好、哦、，OK。哎，第一名对，啊，台湾人的只有第一名还是，哦，啊，即嘛，咱遮的所有的植物拢有这个病虫害吼，啊，加蝗灾这个问题，即我无采编号，我一个讲上新的品种还袂好名，我接已经接通过啊，已经挖起来，助新虫啊，来救死啊，吼，啊，我足伤心的。啊，这嘛是助新虫，甲这新叶拢甲揪啊，拢枯萎哈。啊，像这个福寿螺，这就是早期到30年前啊。嘿，迄阵听讲啥物法国螺肉土足好价啊，法国产的法国螺螺啊肉足好个，我、啊、都有人订这款物啊，你白鼓励人，嘿，这算一个操作方式，都卖。卖这仔啊，对不对？迄些小苗，迄些食食这无。因就是讲，伊个我的朋友吼、哦，伊个后行李箱，讲装一袋，无装一个后行李箱，就会当卖只雪佛兰的进口车。迄阵进口车敢那爱50-60万，我迄30年前足贵个。50-60万，迄阵大概我那伫凤山遐会当买金透天啊，哈。啊，所以这就是台湾人。爱钱啊，吼、哦！啊，所以可能买收海关，
啊，就咱的海关检验无好，许人偷走私入来，好 ，OK， 好，啊，咱即马来讲，去年三一日本大地震，朱拉米这个发生福岛核灾，啊，美国随发布上大型发布撤侨的是中国，吼、哦，啊，过来就法国，啊，人法国因一部分是飞机飞去韩国，吼、哦，啊，一个是飞去因法国本土，等于本土。啊！美国撤侨，那也无撤去因上近的关岛，还是夏威夷，啊，那撤退来台湾，为这个桃园机场入来。而且因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另外穿 AIT 的背心，家己伫桃园机场设海关。海关代表啥物？海关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象征。吼、哦，你买入来爱靠。靠我海关，吼，你都要伫，诶，我的驻在国，诶，这个领事馆、大使馆，你要申请签证，摕迄个签证来到我遮，我看 OK， 才有你入来。哦，迄是一个主权的象征。那么中华民国无，你海关爱靠边站，哦，伊无法度管因 AIT， 啥物原因？因为中华民国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啊，美国国务院。啊、这个 AIT 是属国务院管制的、哦、那么因为中华民国的头家 AIT 因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就是这些因是公仆啊，因这样讲的民主嘛，人民自主嘛，这样讲的头家，头家要回来以第五十一个处、哦、用这样来比例啦、哦，迄在伊来啊，伊随时要来，随时 AIT 伊政治人物说发布停止所有的签证个业务，因为因所有人拢调来桃园机场来支援这通关的手续。吼、哦，为遮原来点看来讲，流氓政府是受到美国委托的呢，正港的头家是美国人，吼、哦，就敢若讲。美国麦当劳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麦当劳的这个分公司。啊，这个总经理呐管理了无好，美国那边当时的开会来讲换掉，这个、总经理换掉，随时会当换掉。所以咱必须你讲的，要解决中华民国，足紧的，直升机开来五分钟就慢叫，家掠走就好啊，吼。拄啊像较早马可斯有无？菲律宾的马可斯嘛是美国用飞机甲载去夏威夷，好。OK， 啊你甲注意哦，菲律宾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啊因为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割让出来，啊但是菲律宾伊嘛有飞毒，哦、啊、就像讲台湾有台独，因的飞毒嘛是。用游击战一直骚扰美军，四处拍，啊！只美军来去甲追了，伊就为这个岛走迄个岛，因为菲律宾有两千几个岛，所以足甲美军安尼足头疼。尾下甲招讲来，你给我管十栋，吼、哦，十栋后我甲恁的行政系统创较好个，互恁独立建国。所以菲律宾伫战后1946年七月七日，美国甲扶助甲成立呢。甲承认因的国家就对啊，吼啊啊叫其他联合国的会员国拢甲承认，所以因菲律宾七月七日，1946年七月七日，七日建国成功。所以你注意甲看，七月七日这个日期，美国的国庆日嘛是七月七日，好，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七月七日。那么咱伫2010年，美国国务院叫咱七月七日去迄个华盛顿 D.C. 挂牌，嘛是用七月七日，吼、哦，所以这个日期，吼、哦，恁会当做个联想。而且伊伫2010年的9月7日，替咱成立迄个办事处的成立酒会，啊，9月7日咩日？
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日，哈、哦，所以美国因对这个日期拢有这个含义了，哈、哦。OK， 好，啊，这正心堂，搞我的这个三月因整个一工一工哈，哦，这真严重哈。细只帮细只，一定甲一张大张手安尼准正视，哈、哦。OK， 啊，这。新点天鸟的幼虫，好、哦，新点天鸟，好、哦，人讲新版天鸟对啦。啊，这青虫哈、哦，你看，这正常的许，啊，伊甲表面呢，许叶绿素拢食掉，准变枯叶哈，食甲无通个光合作用哈，你啊规丛安尼食甲真严重，因为我拢无咧除药啊，不在食。啊，我嘛想要种有机的蔬菜啊。我若去买高丽菜，知影来种嘞，免笑，你若要种，你就知影。我逐天都爱去量，吼、哦，啊这凶手，啊你若量无，若有几只量无钓到，像头拄仔迄安尼，到尾啊，我高丽菜拢种伫果菜市场，菜市啊遐就对了。因为咱无遐侪时间定一个掠虫，吼、哦。啊，遮嘛一只虫，伊这吼、哦、保护色安那算袂歹。伊若来翕着这支竹啊吼，佫较省。来拄啊翕着树葡萄的树干顶，啊，这可能新品种的天鸟，足细只。哦，这嘛是，这像狗遐大只呢。哦，这是我的所长，遐都天龙吼、哦，啊，一般天龙有诶做偌济啊？啊，这都像狗遐，嗯，伊甲你装安一空一空，哎呀，啊，我甲你做苏医生啊，甲注射救起来呢，一掌嘿，一掌人话救开。都厉害，啊！这叫做鸡红天，迄落啊，象春啊，春象，嘿，几亿斤啊！啊，因咧开会啦吼，啊，这个主席啦，嘿，伊讲好，咱后一顿买食对一丛，散会，安尼讲好啊，散会。后来讲风灾，这个就是八八风灾的结果。我想讲，这个 Y 字形可能为只裂开，我着这种甲保护北个，我以前为只甲你熬下灯，吼、哦，天不从人愿，啊，这全岛啊，全岛，啊，这有一间较轻的，干那叶啊，叶扫掉的，啊，树干 OK 哈、哦，但这真紧着去恢复啊，啊、哦，这个八八风灾哈。哦你椰子树要甲淹落都足困难的，你得像八八风安尼连续安尼做风台做两三工，就甲隔壁迄个椰子树淹过来我这边，啊，这侵害我的领空，我就有权利处理他们这些果实，好、哦，所以我甲撮来食，哎，真好食，很老啊，有 OK。哇，迄作战的，唔过要处理啊，迄个针吼作定的，嘿啦，好，冰冷天也着较好处理。哎 ，OK， 哦，这拢熬冻的，哦，哎，对，好，头拄仔天灾，啊，即马即人祸，哎，这树仔你拢无留空间，互伊迄个水会当渗透落去，即丛树仔会愈活愈歹，愈衰落，到尾就会死去，哈，啊，这真济。这孔大妈街啦，孔阿妈多，奇怪，因遐工人开拢无迄款观念，拢爱甲孔甲满就对啦，吼、哦。OK， 好，啊、来讲野趣哈。哦，这个做树西瓜的花啦，哈、哦。长，我有种树葡萄，啊，嘛爱种一个树西瓜哈。啊、哦，就这样。好 ，OK。有五斤啊！
这有做炮弹连物哈、啊，即马较新的有飞弹连物啊，较慢可能有巡弋飞弹那款，哎，好、啊，啊，这是我的工寮哈，好算得，啊，因为我房间只我咧有咧困中头的房间，啊，我想我早班哦，因为我无咧厝了哦，我早班会拄到因，所以我用粘鼠板伫门口，哎，甲粘的，啊，那无那礼拜。你别个看我困，甲我加一个，我就再进来。啊，一只。哎、欸，这只呐，火车十几只安尼算袂济啊，足长个嘿。嗯，因为伊这足毒个，伊走神经个。伊若要加到你爱困，啊，总困困都无起来。好、哦，好个，再有抓着吼。无、哦、我今仔无徛伫遮。哎，啊，啊，这个吼、哦。我讲，哎，门咧开袂开，我来讲直接甲你揢伫遮。我奇怪，平时咧开都足好开，今仔才歹开，就是直接甲你揢伫啊。哎 ，OK。哦，啊，直接都有够大只，一涂骹头两尺，臭钱无无唔对，嗯，足大只。哎，直接我饲个，因为我用树葡萄和鸟鸡啊食，阿姨食鸟鸡啊。无啦，这伊个蛇壳尔啦，我你继续我遐搞哦。伊个蛇壳哦，我烫壳烫壳等等，我甲掠起，吓啦。歹势，无先甲你声明，继续讲我搞，我勇敢。哈哈。无，因为即款个食鸟鼠个，我袂甲损害啦，吼、哦。啊，尤其算我饲个，啊，讲个伊食素食个呢，因为鸟鼠啊食猪骨头啊，啊伊食鸟鼠啊。要吃素的嘛，吼、哦，啊，所以嘛算素的。哦，啊，这大黄蜂，吼、哦，农药定着，较知影讲只做一收，因为你若侵到伊的领域吼，就该定啊。吼、哦，啊，若定了我爱紧走，我唔知影讲这是虎头蜂啊啥，足惊伊有虎头蜂定了。啊，伊做收敢若定过咧啊，吼、哦。好啦，即收着真正虎头蜂个收啊！我伫咧压水压啊压，压到只鸟啊花草只水，我甲当作鸟个啦。我看只虎头蜂飞着，我惊一个吼，门根空迄个汗毛直竖着对啊！吼、哦，吼、哦，赶紧着敲电话互消防队啊！我敲讲，我只有虎头蜂个收，拜托恁来处理者。啊！你啊，虎头蜂，恁咧可能二号蜂尔。后来阮等下过，啊，就消防车就驶来啊。啊，两个少年啊，就落妆咯。啊，就对啦。啊，恁咧都大黄蜂尔啦。往来遮看卖，这敢是？两个一个看到，拢起脚拢走啊。我啊，一个走怎？虎头蜂呢？我爱安怎？会电死人。哦，啊，你唔是讲唔是？啊，两个人准提伫个消防车咧撩头个，我啊唔紧处理者，用判者判死啊！我若无带装备来啦，我啊，我著甲你讲好大胖啊！恁哥遐轻敌，佫无带鸡丝来，用安尼无，我明仔带鸡丝来哦。啊，也是啊，无安尼啦，我有火焰枪吼，瓦斯火焰枪，我甲你喷好无？我袂使啦，即阵我都万五块已经卖人去啊，定金收啊，你要甲我喷哦，收伊。啊，无好，明仔我搁来，我好啊。明仔去敲电话，反正我今仔有就袂定来哈。我讲，好啦，我答你。阿妈，无来我搁开。伊讲，我今日无闲啊。我好，无贵，免来我甲你处理啊。哦，我都等几下工，唔知连工要唔知要定个个路过的人啊，又定时我都哦过意不去啊咧。我想我家己紧来处理，哦，我著德哥安尼两只德哥刀菜刀吼，著刀长长，啊做一个三角架安尼开咧，一二三拖过去安尼，拖个好啊，拖无着迄个要害哦，飞出来呢，好、哦，我若走好了，好、哦，迄真正变清官，会紧张啊，因为真正会定死人，啊我你嘛下早拖一个我著唔啊。等下晡，佫托，就许我托落来。
这屏东消防局，那无路用。啊，这个规个虎头帮的时候，许我脱落来嘛，吼、哦。这黄腰虎头蜂，吼、哦，这虎头帮定居这个囡仔嘛，吼、哦。伊做事喺外口，迄个冷气窗外口，啊，这囡仔去开窗门，叮当一下，怎飞入来？啊，因一个红孩仔安尼拄啊做细呢，伫冰箱顶许顶，伊个较无空。那个抗药性哈、哦哦，啊，我爱你生态丰富了哈、哦，所以这因为食一个那蚱蜢的饭哈、哦、，OK， 多丁，啊，这不知名的昆虫，也唔知啥物蛾啊啥，其他个无介长哈，加上一寡图鉴我无看到这个物件，嗯，啊，这放假收，我啊白头鸽啊收啊啥收哦，讲到白头鸽啊。我的树葡萄上高高食就是白头鸡啊，白头翁，吼、哦，伊拢讲啊，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有无？吼、哦，巧克力，巧克力。啊，有一天我咧睏中昼，啊，树葡萄拄啊长到生，伊甲我，即马甲我食甲吼，我听伊讲，巧克力，巧克力，水果哩，巧克力，水果哩，哇，伊讲。吃一整天，醉一整天，食骨力，醉骨力啊！伊食了发酵的，迄十三天以上的，吼，听到火气足大。佮后壁佮有一只讲，迄只有学过算术，伊讲这种三十骨力，伊讲伊食六粒，这种三十骨力。你当你吼，你欠人数葡萄吼。你办无够好人吼，你听伊咧讲啊，你会气死。啊，这捕捞，我即摆饲一只捕捞，我逐工都我咧煮狗仔料吼，啊若要饲狗仔就贴一块肉，下伫一个树干顶悬，啊伊就我若走，啊伊就飞来夹伊食。固定个我若伫我个果园迄边，转来我个工寮即边，你若听到我礼拜关车门砰一声，伊就。后来伫树仔顶咧等我，等我要甲饲啊！啊，这母老鸟伫乡村有个人道内底哦，迄个国家公园警察伊插入冰箱内底下十只母老，结果甲罚八万，所以这即卖一只是八千块啊！莫白咧啊！啊，这我边啊迄个咧白律师咧密使哈。而且全台湾多，我遐有这个交通号志呢，吼、哦，全台湾干那只有呢，潮州，因为我遐有一个跳伞场，吼、哦，好无？你捌看过无？哎、哦，因为开始爱注意啊，不然落来迄个这个装备拱到了公司啊，吼、哦，还有交通管制的，哎，啊，这是张吉哈，伊、哦、要过冬啊，开始咧。鼻孔啊，吼，家己乌孔要鼻个，拄好我看了，我甲翕个，吼、哦。啊，这是好物件，这做我食一寡棒糖。这只我的狗仔囝吼，就是许头拄迄只足大只的迄只蛇，食一半吞袂落去。啊，我早时啊去吼，看着伊看着我去啊，总阁吐个现外了对个。吼、哦，哇，这都。头拄咧讲个四十万迄个吼，五十万。嘿，无啊，我着种翕一下做纪念个，讲着即张。嘿，啊无，咱要变臭肥，爱有图证啊吼。哦，即张对。啊，这个凶手还袂抓着啊？唔知啥物乌熊嘛，是台湾黑熊吼。啊、我看到这个我较起紧张，因为我树葡萄上迄树仔红啊，红红啊。诶，无较我算屏东平的较中心点嘛，潮州。啊，咱民政府以后是希望所有农业尽量拢是用有机农作啦，哈。啊，咱家己上好家己种一寡，家己老土地，家己种一股菜园啊，自给自足哈，卖用农药哈。啊！你有咧运动，有咧晒日，因为咱上好就是每一工爱晒日头15分至半点钟以上，
因为咱台湾人吼，咱要为食品来供应咱的维他命 D 较困难，阳光会当补充维他命 D 哈。啊，咱若食这個有机农产品，咱身体嘛较健康啦哈。OK， 好，好伊。过去日本时代，阮爸爸因拢讲日本警察叫做警察大人，但是国民党政府来说变警察，啊，尾也变警察。好无，啊来变地保诶，好，啊搁来插头，好，啊即嘛变合法排枪诶土匪，好，啊即就是表示伊一代不如一代，愈来愈无威信，愈来愈互看轻，好，啊咱民政府若起来吼，咱来咱家己做公务人员，咱爱有家己有自尊以外，咱嘛爱做表率，咱来做好，好。咱来服务人民，好人民来甲咱尊重啦，吼、哦、，OK。啊，那这個、新台湾政策就讲，那遐1949年来这难民、这无水准的这草鞋兵，吼、哦，咱爱搁甲重新再教育，爱甲因当人看，吼、哦，重新再教育，哦，都这草鞋兵，吼、哦，因咧低水准的要来管咱这高水准的，吼、哦，实不利啦，吼、哦。啊，咱简单讲，今年1月14，咱的选举，其实咱刚才去参加这個选举，咱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跟领选票，咱就输伊啊，因为你已经承认讲我是中国人，啊，你家己伫自由意识下去投票，来选一个马英九，继续来甲咱管，伫国外的人、国际人士咧看讲，哎、欸，恁。台湾人家己爱的嘛，恁爱有流氓政府继续甲你管的嘛，哈、哦，所以咱就叫做输伊啊，哈、哦、，OK。啊，蔡英文是打着美国对一个红线，就是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伊煞甲中华民国伫台湾合法化，等于甲台湾的主权已经送予中国中华民国。这伫美国来讲，这就是打着红线。这台湾地是我美军死偌济美军，偌济军舰沉嘞，偌济飞行机载落，较掌握着的，你要甲我卖予中国，吼、哦，这就打着美国的红线。啊，咱国际战争话有提着，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不得就地合法。蔡英文所讲遐话拄啊好，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哈、哦。OK， 啊是安那？美国要帮助马英九，就是迄个时阵拄啊好，伊人咧发展核武，放声讲要封锁核子母海峡，啊拄啊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日也是，哦啊所以美国因为伊即摆讲，伊无法度一届同时发动两个大型的战争，伊干那会当维持一个大型的战争，一个小型的战争，所以伊希望台湾海峡莫有出代志，较稳定的吼，啊所以马英九就是。美国甲中国共同可以接受的人选，好、哦。啊，台湾麦克阿瑟讲的，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好、哦，啊，如果咱即卖马英九是联共制台，啊，咱遐讲，咱煞袂晓联合美国甲日本，好、哦。咱来联合美国、日本来制嘛。治中共嘛，吼、哦，对吧 ？OK， 啊，咧讲啥物？因中国即马外交，啊，武器外先进，伊即马干那这条 YS 吼，伊都无在条做，要甲苏联买，俄罗斯买，俄罗斯即马若甘咪去批评不爱卖，因为伊卖伊苏改27，中国拢甲仿造哈。好，那对咱台湾本土的期许。这张树啊，足水啊！这根顶甲足深，吼、哦，就是讲等于国民党安尼食甲肥肥，伊是食咱台湾，吼、哦，种甲每一个乡镇里，伊个迄个条仔卡，吼、哦。那么咱看，咱的台湾新闻啊，也是投起来《台湾自由时报》咧报咧批评马英九政府啊，拢是咧甲扑树啊买尔。无在调个撼动，
啊，咱台湾民政府做这个法理研究，就是要教大家拢来挖国民党的根，哦，用法理来挖这个根，甲挖哪挖变过，吼、哦、，OK。好，啊，咱台湾是一个美丽福尔摩沙，啊、哦，有水无？足水的哈、哦，但是真可惜，咱拢做人的基地，这个荷兰来，咱是伊的贸易基地，那么。明朝的郑成功来，咱是反清复明的基地；日本人来，咱是南进基地；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是反攻大陆的基地。安尼做水样，你注意看下，这一个基地，这有咧大鹏湾吼，迄、那个恒春牡丹那边，迄大鹏湾的飞弹基地哈、啊。台湾拢永远咧做人的基地，所以只有咱。台湾人本土的政府，才会通爱护咱这个台湾，吼、哦，咱好啊，甲台湾建设一个美丽的台湾岛，吼、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大家做拍片。起立，起来，休息十分钟。